陛下。陛下，你别这样！陛下，你弄疼我了！范丹，范丹，幽兰，公主，公主，你怎么了？法师出事了，我要去看看他。公主，你是做噩梦了吧？噩梦？当然了，公主，你就是在做噩梦，这儿什么也没发生。公主，你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一切都会好的。公主，请马上入宫。法师，你怎么了？阿紫，那两个人想杀我，要不是林木及时赶到，我就被他们俩活活勒死了。